我要救你，陈深，你不要做傻事。如果审不出花头精来，就送到南京去。相信你也看到那些人了，他们是谁，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是他们。你们先停止行动，在上海等我。我马上通知无锡的行动队，派汽车去火车站接你们，剩下的路上改走公路。毕仲阳算好了你的每一步退路。 到处都是枪林弹雨，不拼一下怎么知道没有活路？哎，贾胜，我没有机会再去调教批评了。我希望有一天，你告诉他，他的母亲和父亲都是真正的战士。 嫂子，我真的做不到。你做得到。当初你哥牺牲的时候，我以为我也做不到，但我还是活下来了。我知道选择活下去是更痛苦的抉择，但你要相信。 只要一个人心中有信仰，就可以帮他度过所有的难关。走，下一个，身份证呢？哎，这是我的。好了，走吧。啊，谢谢。你身份证拿出来。你是要我死在你面前吗？ 身份证拿出来，陈深。你说过这三年你过得不容易，到今天的位置也很重要。替我和你哥活下去，战斗下去。六耳五八。 车里面的人听着，举起手来，立刻下车！快点，下车！立刻下车！下车！快点！举起手来！别动！别过来，否则我杀了他！ 头，告诉他们你是谁。我是上海特工总部特别行动处一分队队长陈深。站在原地别动，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他？告诉你啊，别乱来，把枪放下来。陈队长，让你的人都让开，给我们让开一条路。 你过了这个路口，后面还有很多关卡等着你。我陈深贱命一条，死了是小事，行动处抓了你，可让你跑了，丢人可是大事。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少废话，我就算死了，拉上一个垫背的，我也值了。让你的人都让开，给我们让开一条路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。 把枪放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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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！没看陈队长在他手上吗？上车，上车呀！等等，让我做你的人质。胡闹！错在我，要不是他偷了我的枪，他就不会劫持你，所以让我来承担这个后果。笑话！ 我陈深怎么可能让一个女人替我做人质？传出去我还怎么混？我给你两个理由：第一，我是女人，没有陈队长那么矫健，所以你刚好控制；第二，李默群是我表舅，他不会不管的。你胜算更大。
你想想。说的似乎有道理。我不同意。就傻唐太太，你怎么能当人质的？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别说我们头了，处座都……你闭嘴！你过来，换他过去。像一列终于被拉回轨道的列车，陈深的内心绝望又沉重。沈秋霞已经为他做出了最后的选择。毕处长请放心，所有的关卡都已派重兵把守，我相信那些犯人插翅难飞。喂，啊，毕处长，找您的。喂，是我。老毕，是我，刚才发生了一点意外，现在人已经控制住了。你没事就好。好个屁啊，差点就没命了。我都说了你是个副将，怎么会呢？必须承认沈秋霞是对的，如果她执意相救，恐怕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是她真的还有生路吗？此时她最担心的是李小楠，显然已经无法在当晚赶回上海了。李小楠拿到公文包了吗？万一公文包落入了毕忠良之手，逃亡证据确凿，不但李小楠会被牵连，连沈秋霞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徒劳而已。处座怎么说？继续前往南京。说过了，我们头怎么可能是中共呢？我们头要是中共，我扁头把脑袋剁下来给大家当夜壶用，用完再安上。哎，唐太太，你刚才真勇猛啊，你智勇双全啊你！要不是你，我们头麻烦就大了。厉害，坐好了啊，别耍什么鬼花样。宝哥，宝哥，人找着了。在哪儿？在那边咖啡馆里。宝哥，怎么办？
动手啊！不能明抢，这万一包里没东西的话，日后没法跟陈氏交代。哦，对对对，宝哥说的对，还是宝哥说的对。你说我怎么没想到？那这个，把衣服脱了。啊？把衣服脱了？哦。欢迎光临，请问先生喝点什么？蓝山咖啡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喂，这里是红磨坊咖啡厅。我找一下李小楠小姐。穿白色衣服的。哦，白色衣服的。对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请您稍等。好。你是李小姐吗？啊，是的。吧台有您的电话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一定是陈深吧。喂。喂，喂，怎么没声音啊？哎，你好，啊，刚才打电话的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男的？嗯，那他有没有说他姓什么？没有告诉我。好奇怪啊。他们该走公路了。明白。他们会在南京的迎宾门等待南京方面的人。是。今天的位置，你很重要，替我和你哥活下去，战斗下去。头儿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陈队长，要不要紧啊？没事，大家原地休息一下吧。南京的人一会儿就在这儿接咱们。好。下来透透气吧。谢谢。
两情相悦是这世间最美好的事。现在的皮皮一样，受尽了苦难和折磨，到处受人欺负。但只要有我们这些愿意为自由献身的战士，总有一天，我们的国家会变得强大起来。嫂子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知道选择活下去是更痛苦的抉择，但你要相信，只要一个人心中有信仰，就可以帮他度过所有的难关。去看看刘二宝回来了没有？哎，好的，我开完门马上去看。知道。包里有什么看过了吗？还没有，等着处座您亲自查看。楚总，咱们是不是误会陈队长了？抽根定罪。好，把包送到警察局去，让人认领。明白。拿着花吧。那倒不好意思。喂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就过来。这件事情交给阿荣去办。你马上跟我去南京，现在就走啊！再想死了，陈深可能受了伤。什么？
上海，来的正好，马上跟我走。去哪儿？毕成没出什么事吧？毕成没事，具体情况陆少说。 人质，冯道，错在我，要不是他偷了我的枪，就不会劫持你。所以让我来承担这个后果。笑话，我陈深怎么可能让一个女人替我做人质？传出去我还怎么混？行了，这是哪儿？医院。 中央医院。 我好像没有受伤，你没受伤，医生说就是血糖过低，所以晕倒了。楚总，楚总，出去睡吧。哦，这么丢人的事儿也只有你干得出来。毕成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上海，赶紧带毕成回去休息吧。累了一天，他也受了不少的惊吓。 好，多谢陈队长帮我照顾碧城。其实是唐太太照顾我。我们走吧。等等，这个燕窝是我刚才让扁头出去买的，别忘了喝。谢谢。楚总，我们先走了。 李忠良在看着我们，别回头。今天回去之后，你要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回去以后，赶紧给我找一个铺面吧。干什么呀？人是我负责押送的，在我手上被暗杀了。你要是不革我的职，怎么向上面交代？ 赶紧找一个铺面，回去我开个剃头的铺子。革什么职啊？人又不是你杀的。再说了，南京政府的人也到现场了。如果说责任的话，他们至少担一半。你说到底是谁会杀一个必死的犯人？你觉得会是谁呢？ 李忠良是不会让我活着到达南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他在跟重庆暗度陈仓的秘密。像他那样一个心思缜密的人，永远都会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人都死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你就少想点吧。少想点是福气啊。 公文包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？阿荣找了要饭的，把包送到警察局了，说是捡的。正好李小楠也报了警，警察局就让他把包领回去了。陈深和唐山海的火车下午3点钟到，你到火车站亲自接一下他们。好。那个，怎么了？何事？楚总，陈队长那边还要继续跟吗？ 什么都挺说得过去的，就是他为什么要甩掉我派去跟他的人啊？
陈队长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松江站的人。再说了，他担心这些人来路不明，也是有可能的。撤吧。是。你以为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根据你提供的情报，我们抓获了中共上海地下党重要的领导人宰相，这些是上头给你的奖励，拿着吧。谢谢毕处长，安柳三以后一定为您忠心耿耿，鞍前马后，为您效劳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嗯，把枪给他。拿着。啊！这几个人啊，你来解决吧。我？啊！我是。
上头给他奖励，拿着赌去吧。为什么要杀他？背信弃义，卖主求荣。再说了，他身上只有宰相要和人接头这一条情报。这钱回去，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新的那床褥子给你铺上，旧的给我就行。不用麻烦，你用那床新的就行。不麻烦。够了吧，可以放手了。不放手，我一放手是不是又要把我丢在这儿？你抓过沙子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握沙子握得越紧，它就流得越快。跟男人一样，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。骗子，明明是块板砖，非要冒充沙子，我就不放手，就要死缠烂打到底。上辈子是欠你的。你跟陈深以前很熟吗？我想我不用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跟工作无关。我只是提醒你，他是汪伟的人，不管你们以前有什么交情，还是不要感情用事。我们不也是汪伟的人吗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在潜伏。至少在外人看来，我们跟他没什么两样啊。看来只要一说到他，我就没办法理智地跟你对话了。是吗？那就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提起这个人。我是说，可能陈深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。初座，您看一下，
这是毕太太将要送到蒙江堂孤儿院的物资清单，就暂时先放到处理的仓库吧。辛苦了。没有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哪有，这又不是你的分内之事。说起来，这算是我太太的私事，我呢算是以权谋私。但是你也知道，他那个教会里边连个搬运物资的苦力都没有，我实在又是心疼的。到时候请大家一起吃饭喝酒啊。能和毕太太一起做慈善，尽一份我的绵薄之力，真的是我的荣幸。那就请你帮忙好事做到底。今天下午陈琛会把物资送到孤儿院去，你帮忙一起清点交接一下好吗？好的，处座。唐太太。我要出去办点事儿，不知道中午能不能赶回来跟你一起吃饭。去哪儿？毕太太有一批物资要送到蒙江堂孤儿院，毕忠良让我跟着一块儿去清点数量。啊，让你押送？不是，负责押送的是陈深。哦，那应该挺快的，早点回来，我等你中午吃饭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完事儿，你不用等我。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重要了，反正已经失败了。我带皮皮在码头上，等到船开也没见你来，就只能先回来了。那位爱国人士怎么告诉皮皮？怎么说？我怎么跟他说？他妈妈还活着，却没有办法来看呢。不行了，没事，不辛苦，太太，那个您先跟唐太太聊着，我们还有活没干完。哎，好，谢谢你们啊。没事，哎，好，没事。
大春，多年不见，没想到还有机会再合作。没想到上头派来的特使熟地皇竟然是你。坐。嗯，我来的事儿除了你之外还有别人知道吗？没有，由于你的特殊身份，除了我之外任何人不知道你的存在，包括军统上海区区长。这是一份汪伪特务组织里面重要汉奸的名单，组织上给我下达的任务是尽可能的向你提供这些汉奸的动向，组织暗杀行动。